眼下，汪小菲和大 S 的瓜吵得不可开交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，俨然已经成了汪小菲这个绝望主妇和大 S 这个浪荡主妇两人间上演的一场吵架真人秀。照这样下去，大 S 和汪小菲的故事可以看成是中国版的卡戴珊真人秀了。但不同的是，大 S 他们家目前只有他跟他妈在蹦跶，小 S 在事件中虽有陆续又被提及，但实际上一直没怎么发生。大 S 没有卡戴珊那样魔鬼的翘臀，吊的凯子没有卡戴珊姐妹的对象那么有影响力，更不像卡戴珊姐妹那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魅力和自己的绯闻，唯一可以媲美的就是事情的狗血程度。有人觉得离婚就离婚，一个破落商人和一个过气中年女明星的破帅，没必要吵吵嚷嚷的整体在大家面前现浪费公众资源。也有人觉得闲着也是闲着，反正最近也没什么大瓜，人家愿意把自己家里面的破帅拿出来兜底，那就围观一下，当作消遣也无伤大雅。而最近吃瓜圈里面除了汪小菲和大 S 之外，吴亦凡和都美竹的事情也被很多人拿来讨论。自打上个月吴亦凡宣判了之后，都美竹就一副大仇得报的样子，还自诩是把吴亦凡送进去蹲大牢的吹哨人，随后更是在网上开直播和网友们进行互动，欣喜之情流露于外，并应网友们的要求连续播放了在直播间播放了好日子、难忘今宵、好运来等多首喜庆欢快的歌曲。但不同于之前都美竹卖惨这么久后，这个瓜的种种细节已经被网友们包得七零八落了，因此对于都美竹的所作所为，并不是所有人都站在他那边的。毕竟都美竹自称是受害者，但是不管是他自己的控诉还是其他人的佐证，都证明都美竹是跟吴亦凡是自缘的，只是后来吴亦凡把他玩腻了而已。而这边都美竹刚发声，那边都美竹曾经的塑料闺蜜又开始揭吴亦凡老底了，声称都美竹并不是什么好货色，他跟吴亦凡之前明明是自愿的，还很开心的跟别人说自己跟吴亦凡在一起了，只是被吴亦凡玩腻了甩了后，受不了吴亦凡的冷暴力，又借着吴亦凡在网上被围攻的档口才开始忙活前忙活后，声称自己是被强迫的。李芝发文称，我不质疑司法，我只希望不要让都美竹这种人继续假装受害者吃人血馒头，毕竟他的敲诈勒索行为也是事实，如果都小姐的确为受害者，我也会公开道歉，承担我自己的责任，但我希望他也能承担他的责任。除此之外，都美竹曾经花5000块选男模的事迹也被曝光，都美竹前老板义愤填膺的在直播中怒对都美竹，你有什么证据告别人诽谤了，而且人家确确实实有那天的监控，我也可以确确实实的有跟他的聊天记录、付款记录，这都是证据，而你一直在恶心我。随后钱老板更是爆料了一段让人大跌眼镜的话，钱老板称，你在厕所把人家干嘛了，人家一个喝多了的一个男孩子，你把人家拉去厕所，你跟他去厕所到底干了什么，我在门外看到，我可以作证，因为他那天确实喝多了，你只喝了鸡尾酒，人家喝的是纯洋酒，你为什么要把那个男模小哥哥给灌醉，我问你。看了这个瓜之后，很多人又对都美竹的所作所为有了新的认识，因为其本身就是自愿的，还一口一个自己是受害者，现在还花钱去选男模。话说吴亦凡渣虽渣，跟男模比也没差很远吧，况且吴亦凡给他钱，他找男模还花钱呢。要说都美竹现在的状态有点像王力宏离婚事件后期的西村美智子，在事件又长又臭之后，不懂得见好就收，反复强调自己受害者的角色，就跟祥林嫂一样，容易引发人们的反感，而且自己做的事情很多经不起推敲，所以什么事情都忌讳过犹不及。